12月22号下午的7:28，我们就在今天的夜上海卡拉 OK 这边，把今天的539，名牌报出来，一样报三组。第一支我们用个26去碰252930，26然后去碰三支252930，今天没有碰尾数，也就是说今天用26252930，然后第二个两支碰三支用2628，然后252930，2628，然后再碰252930，这是两只碰三只，第三个就是44牌踩住，第一注用2626，第二注用2525，第三注是用29293031。这是30302930，再讲一遍，26第一注，25第二注，2930第三注，这三注牌呢，2347×1是480，两只碰一只啊，两只碰三只尾数，本钱也是480，一只碰三只，本钱240，一只碰三只，本钱240。你今天一只碰三只，你要加0.5，因为你已经输了2000多块钱了啊，2000多块钱啊，我们赢中一碰是2650，你加个0.5就是中2650，你又赢回来。另外中一碰你还可以多赢个5300，啊，另外呢，两只碰一只尾数理论都是一样的，四只牌呢也都是一样的，啊，你都要加个0.5，都加0.5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才可以赚到钱，啊！你听我的不会错，我们就是用这方法赢回来的，永远不会赔钱。今天8点以后再公开号码，你才知道真相，好不好？输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才12期，本期12次，现在在本期的第13次，OK。